里是卷中最高的山峦中的一部分，山形显得圆润饱满，浓墨的点台活现了交错的山沟，后面的远山怡然表达出来的烟霭蒙蒙，把夏天雨雾环山的湿润感觉表达得恰到好处。这里的点台节奏有些紊乱，山形略见扁平，后面的远山除了染之外又加上了一些点和线，反而削弱了朦胧的感觉。这个接驳位置感觉有点突兀，一贯圆润的山形在这里却突然变得扁平并出现棱角。山脚处的树林用笔简洁，雨点的分布十分配合。在这里树林的排列略显杂乱，有些地方更与零散的点重叠，交代得不够清晰，